知识改变命运，努力创造未来。我是刘洋。一个人如果踏上社会工作了五年以后，你还是没有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，那么你就应该重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方向是不是走错了，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思维来经营你自己的人生呢？这几天好多朋友在和我谈创业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很矛盾，既有创业的激情，同时。 又担心失败后悲惨的命运，所以很多朋友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以后，最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年又过去了，自己却沉浸在打工的生涯当中，难得自拔。今天如果不懂得选择和努力，那么你的下一代就会为你买单。更恐怖的是，打工几年以后，年轻人广泛会损失创业的豪情，失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。 越来越沉迷在单位之中，难以自拔，最后创业的念头只能永远的留在你的心底，成为你心中永远的遗憾。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越难创业，并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不能创业，而是你的年纪越大，你的激情就会消磨殆尽。换句话讲，创业就是激情，所以很多人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公司为老板打工，等到四十多岁被老板或者是公司辞退的时候。 你才懊悔二十多年前为什么不自己创业？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生当中的悲剧。那么创业的要求高吗？只要你有创业的理念，哪怕你口袋里只有一千块钱，你仍然可以创业成功。但如果你没有创业的理念，没有创业的思维，就算给你一百万，你也未必能成功。温州人被称为是东方犹太人，那早一辈的温州人出来做生意，口袋里能有几个钱呢？ 不也是靠换鸡蛋换铁锅赚来的第一笔钱吗？更何况现在这个时代，通过互联网创业，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。一个人创造的收入，抵得上实体三五个人的收入。在网络上，你只要搞流量、搞营销就 OK。这个时代，拥有一个绝活技能，你就可以轻松的赚到钱。但是，拥有一套商业模式，才能让你的事业做大。 那么，怎么样才可以借助商业模式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呢？首先就是打造一个细分行业的 IP 价值。你只要长期的释放价值，你就会建立一个细分领域的行业平台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广告的地方就有钱赚。记住这句话，作为网络人，广告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没有什么道理好讲。任何行业。 只要你掌握一些基础性的网络知识，找到那个领域里面优秀的同行，你就可以直接研究他们，复制他们，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有流量，你就可以赚到钱。那流量是什么呢？流量就是金钱，流量就是人。怎么经营人呢？就是你给他们想要的东西，他们想要什么，你就给他们什么，能理解吗？再比如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拥有很好的资源。 什么开厂的，认识开厂的；搞批发的，认识搞批发的，等等。你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互联网结合，尤其是自媒体，这里面蕴藏着致富的商机。很多有形无形的产品都靠自媒体来扩展自己的生意。你总是说现在的钱越来越难赚了，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，天天在网络上看别人赚钱，但是自己就是不去干，那么你活该受穷。 这个时代，无论你要干什么，你都需要不断的积累你的客户，不断的去做流量，这才是一个创业者唯一要做的事情。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暂时忽略，能理解吗？如果你能理解我讲的这些，那你现在开始赚钱就不难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转发分享，让知识更有价值。大家可以加我，和我终身学习。